其实现在看会觉得它蛮眼熟的，好像很多餐厅啊或者小吃店都会把它挂在墙壁上面当菜单。它是模仿这个预测吗？这个山地预测呢也是这样一条一条。那其实它模仿的是战国秦汉的时代，就是纸发明以前，那古时候的人是怎么书写的，就是用竹简或者是木片。那我们都知道，就是秦始皇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事迹，就是比如说他要宣称说他是上天认可的皇帝，所以呢他就有去台山去举行一些祭天和祭地的仪式。那我们这一个预测呢，他其实是唐玄宗他去像是继承了这个秦始皇他这样子的一个作为，虽然这时候纸已经发明了，可是他可能还是尽可能的保持那个古时候他们认为理想的古代的祭祀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做成竹简的样子。那除了做成竹简的样子以外呢，他们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就觉得说玉是价值很高的，所以呢他们就选择用了这个汉白玉来做这个测，所以让它的价值就是可以更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预测在祭祀完毕了以后其实是现场就埋在地下的，所以呢用这样子的材料呢，这个预测就可以就是永久的保存、所以它现在上面会写很多字，那为什么不用大块一点的玉啊？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竹简的样子，那竹简通常就是一支一支一支，那一支一支有些时候是单独的把一件事情写在一支竹简，可是更多时候比如说文章很长要说话很多，所以就会把一支一支竹简串起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写的册，就是第一册第二册的册子的册，就是两个这样子的形状，然后你会画横线嘛，把它穿过来，这就是竹简的样子，所以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预测的样式的一个来源。